养鱼场，那有800多头吧。剧院里面没通过处理，直接排到我们这个水坝里面，污染了我们的这个水源。我们这个冷链人水到了田里面之后是不接导致菜都死掉了，一年四季是臭气熏田。但实话说的，那条件却是三天的，给我们废粉，在没还没等到废粉，还没到第三天，晚上一晚上把全部卷走了。这个怎么污染的哇？我那大坝的水，我现在都不超标嘛，这个是污染的哇？不是，就是污染的，我们那鱼超现在都冒出来呗。